活去吧。走。著名影视演员王富丽在《金光大道》中因演活了贤惠善良的大嫂吕瑞芬，被观众亲切地称为“天下第一嫂”。温迪呀，你可千万千万别走二林河刘万走过的道啊！1984年，他因在电影《咱们的牛百岁》中扮演菊花，获得百花奖最佳女配角奖。王富丽在荧屏活跃30多年，成为深受观众喜爱的影视圈常青树。青年演员王骁入行8年来，演活了《迷失洛杉矶》中的痞子角色。You look so good, man. Come on.在《我们是一家人》中化身为放荡不羁、青春叛逆的少年，近期在《如意》《我的左手右手》《盛夏晚晴天》等热播剧中，王骁又凭借他的精彩演出受到观众的肯定，人气飙升。在戏中，王富丽和王骁是默契的搭档，而在生活中，他们又是一对亲密的母子。知道我们要请哪位嘉宾，但是我们还卖一个关子，因为今天他不是一个人来，他还带了一个人来，他带他妈妈来了。对，因为今天来的是我的偶像，我从小就喜欢他，我把他照片贴在我的床头。你那么早熟啊？后来我爸看到了，我爸就移到他的床头。这两位到底是谁呢？今天我们的特别来宾是王骁和他的妈妈王富丽老师。当儿媳妇的请举手。后面那大姐年龄有点偏大，别举手。今天呢，我们让观众知道了这个王富丽老师跟儿子王骁是一家人。那我们也期盼了很久这个王富丽老师了。今天顺便王骁也来了，顺便，因为妈妈是我们的偶像，你还没有达到我们的偶像。我当不了偶像。对，为什么？你说眼睛吗？来来来，王老师换一下，你跟戴军站在一起。你这样是好伤人啊。我跟你说，我前几年一直都是跟你一样是单眼皮儿，然后去年他实在看不下去，叫我去把他弄成双眼皮了。王骁，你会像戴军哥哥一样有一天去拿双眼皮吗？我不会。前两天我还跟他说过，我说孩子，你是不是这个眼睛应该做一下？他不行，人家都认识我这个小眼睛了。特别有内向，绝对不能做。你看失败案例就在旁边。哇，好伤人。他说绝对不能做，做了就假了。因为我的微博现在还有好多人跟我说，静姐，我出一笔钱让戴军再变回去行吗？那在这呢，提醒大家，在我们的节目播出同时呢，每5分钟呢，我们会有一轮拍屏送大奖活动。对，拿着手机拍屏，然后呢，把这个画面跟角标都要拍起来，艾特3位好友，艾特乐风网，就会得到我们送出的静家大礼包，想要吗？我们再次用掌声来欢迎王富丽和王骁，欢迎两位，请坐。我相信那个今天王富丽老师来做客电视机前，很多的人特别开心。我也很开心。对，因为重要的是，我觉得岁月对您真的是太优待了，对吗？无论谢谢形象，我觉得特别好，发型都没变过。著名影视演员王富丽凭借众多优秀的影视作品，多次荣获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、电影百花奖最佳女配角、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女配角。我毕竟是你的姐姐嘛。在获得荣誉的同时，却与儿子王骁聚少离多。儿时的王骁和姥姥姥爷生活在一起，
那时候姥姥家院子里的传达室成了王潇最爱去的地方，而他最开心的也就是能接到妈妈从外地打来的电话。从小和爸爸妈妈聚少离多，所以每当短暂相聚后，看到妈妈又要收拾行李准备去拍戏的时候，王潇就会默默地抱着妈妈的腿流泪。在那段长离别的日子里，母子俩格外珍惜在一起的美好时光。在儿子王潇成长阶段，王福利有着怎样的纠结与遗憾？他们母子之间又会道出什么故事？妈妈那么忙，因为当时很有名，那么忙要拍戏，爸爸也是演员。爸爸对，当时是演员，南京军区前线话剧社，俩人都出去拍戏去了。他去，他们演话剧嘛，经常下部队。当时一有机会就要打电话，然后王潇就会去传达室，对，传达室去接电话。很远，因为我们那个院子是我们住一号楼。对，一号楼。这个电话是在传达室，是24号楼。两个吊脚。那个这个电话呢，是一位叫我喊他干妈妈，笑笑喊他干奶奶。对对对对。这么一位老妈妈管这个电话，每次一接到我的电话，因为那时候家家都没有电话，传达室有这么一个电话，我说干妈妈是我呀，好不容易打通了。有时候我去的地方都是要手摇的，您拍农村戏太多了呀，哎，在山里头啊，农村。然后这个干妈妈说：“好好，你等着。”她就得从24号楼跑到1号楼，然后就在楼下喊：“郭老师，就我妈妈啊，郭老师，快带着潇潇去接电话，福利来电话了。”然后我妈妈就带着她连奔带跑的，从1号楼再跑到24号楼去接我电话。你还有印象吗？有有，那个是忘不了的。那个包括现在那个传达室里头什么布局啊，对，然后里头非常破的那种木地板，然后一个很旧的桌子，上面一个黑的电话就放在那儿，是那种拨号的那种，很美好的回忆啊。所以我觉得就是他会千方百计让他感受到妈妈在意他，在你的身边。对，那跟妈妈当时在电话里说最多的是什么呢？我想你啊。没有别的想法。你那么直观啊，我们小时候都不会说。我就剩这么一点点可以去表达的机会了。我没有，不可能像别的孩子每天就可以跟爸妈在一起。那我这是我唯一能去表达的东西。那好在我那时候在上影厂呢，拍戏比较多，所以呢坐着这个坐着火车几个小时到南京，有点空就回来看看。那您有在上海给他买一些上海的好吃的呀，糕点啊什么的吗？那时候上海糕点是全国都有名的，因为那时候不管南京和北京、广州都没有上海糕点好。而且我记得特别清楚，每次去火车站要路过这个上海第二食品，这个食品，淮海路那块，淮海路那儿，每次路过那儿呢，我要给他买一个巧克力蛋糕，他特别喜欢吃那儿卖的那个巧克力蛋糕。对，有一次又要过，他要过生日了，我说你要吃什么蛋糕？妈，我还要吃你从上海带来的巧克力蛋糕。我就知道了。那么我那天配完了音，就是第二天当天5月4号是他生日，我就该回去了。我跟制片主任讲好了，我说今天是我儿子生日，我答应给他到这个咱们去火车站会路过这个第二食品店，我说我要给他买个蛋糕。他说没问题。结果谁知道那个汽车路过那时候，那个师傅突然说这个地方不好停车了，不能下车了。我说不行，我说我答应儿子的给他买这个蛋糕的，我不带回去怎么行？制片主任说是位女士啊，小孩好骗。我说不可以，我说我从来不骗儿子，我答应事情一定做到。那也不行，这儿不能停了，咱们直接去火车站，你到南京再买吧。我说心里这个郁闷呐，我就坐在车上，我就在想怎么办怎么办。刚好这个时候是一个红灯，他那个第二食品商店正好是把在那个角那儿，我管他呢，我开开车门就跳下去了，我就停在后头。疯狂妈妈，我就听着后头那制片主任骂了一句：“王福利，你要死啦！”我不管他了，要死就要死了，我就砰就跑过去了。跑过去以后，我就跟那个
卖蛋糕的，我要最大的那个，快一点，我赶火车，人家就赶紧就卖给我了。等我回来的时候，我知道人家汽车司机也很难，但我知道他这个地方是可以，他讲盘，我要兜圈子的啊，我要停下来以后我会兜圈子的，所以不能停，我想让他兜圈子吧。我过来的时候一看，确实是车开走了，我也不害怕，我就拎着蛋糕站在那个地方等。果不其然，过了一会儿他兜了一圈回来了。因为那时候也没有手机，没 BB 机，没有，就靠自己的那个信念，知道你一定会回来。对，后来人家上了车以后，我就记住，千万别吭声。怎么说你？再说你找死啊，也不要说话。反正我买到了。对，王老师，你当时那么大的这么大的大腕儿，你那个那么好脾气，他说你，你不反击啊？不反击，因为我犯错误了。因为我不应该坐的车，您从这儿跳下去了。跳下去了。你没看过《铁道游击队》啊？我真的还跳呢。哎，其实王江还记得巧克力蛋糕吗？记得。都记得，当然记得。我们家条件更差了，然后小时候喜欢吃那个上海的万年青饼干，你知道吗？万年青很油那个。我稍微长大一点，我才知道万年青饼干是圆的，但小时候吃的都是各种形状的。我爸就买那种边角料碎的，几分钱一小袋儿，就给我拿回来。我说哎呀，正好吃，然后就抓那个粉在那里吃。长大以后才知道是一块块的，那怎么办？所以王湘，你小的时候有没有感受到妈妈跟就刚才戴军问到，并没有觉得妈妈走得很远？其实我对我父母这个职业这种适应哈，作为一个孩子适应，几乎没有过程。从来到这个世间睁开眼，他们俩的工作就是这样的。然后3岁以前我是没有记忆的，3岁以后等我有记忆懂开始记事的时候，他们就是这样跑来跑去的。我的生活就是得时常的离开他们，然后再偶尔相聚一下，很短暂，再分开。习惯了。我没有人告诉我说你应该乖啊，别闹啊什么，我就一直没有闹。刚才那个说的是对的，有的时候我会抱他的腿，小嘛就抱他腿，但是我不会像有一些孩子那样啊，别走，就从来没有过。其实我到长大以后，我倒有点遗憾，我为什么不来一次，就撒泼打滚了，你别走，我从来没有。那王老师就在抖腿，走。不是，他每次抱着他一看我，他很聪明，小时候就是个很乖的孩子，2岁多他就知道我一收拾箱子，妈妈就要出远门了。他就会抱着你的腿啊，他从来没大声叫着闹过，怎么撒泼没有，他就在那儿淌眼泪。哎、你说。当妈妈的孩子这么流眼泪，简直是受不了。我自己在那也是刷刷的眼泪，弄得我们那个阿姨啊也在那淌着眼泪。王冬子啊，侬放心啊，我一定带好他呀，他来安慰我们这样。其实真的小时候挺乖的，对，真挺乖的，长大也乖，都乖。哎嘿，这里有一个龙虾的故事，要不要讲给大家？叫龙虾呢，就是因为我只有这么2-3天的时间，我也往家奔。就能看看儿子啊，我就觉着好像就是心里就特别舒服，自己再累都不要紧。可是后来我妈妈竟然做我工作，说傅立，如果是2-3天、3-4天的时间，你就别回来了。哎，我说为什么？我回来看儿子不好吗？他说你不知道，你回来当然小小高兴得不得了，连幼儿园阿姨都说你妈回来了，因为一回去我就给她收拾得很干净啊，换个好衣服穿啊，每天给她换衣服，阿姨就会发现你妈回来了。但是她说，我妈就说你走了以后那几天，孩子啊就跟丢了魂似的，那个眼睛都是空的，心也是这样。她说我看着心里可酸了，就给我讲了这个小龙虾的这个事儿。她说有一天一个小龙虾在地下爬，因为南京江苏那边龙虾很多嘛，小龙虾在地下爬，说小小就盯着他看，看着看着那眼泪就淌下来了，说妈妈说你怎么了，他说这个小龙虾想妈妈了，你们可别逮他呀，他去找妈妈去的，他妈妈在哪儿呢，他想妈妈了，他找不着妈妈了。哎呀，我妈妈就给我讲这事儿，当时我听了心里酸极了，就觉得特矛盾，又想有这么2-3天就来看看孩子，又觉着回去以后我走了，孩子那个失落
那个思念，我又觉得太伤心。刚才你讲完这故事，我就觉得王骁还蛮适合当演员的。就像我们小时候弟弟跑吃龙虾，早得给他揪起来了。他真的还能变成小龙虾要去何方？不会找不到他妈妈。从此以后，我就特别喜欢吃麻辣小龙虾。王骁，我就想问你一个问题啊，就是说，在大一点的时候，妈妈的这个明星妈妈光环，给你带来更多的好处，还是更多的负担呢？我就不太想让人家说我妈妈是谁，我妈妈是谁，因为那个时候。一说他妈妈是王福利，你就成了一个焦点，成了一个重点。但是这个重点很有可能是正反面都可能有的。比如有一次我跟身边的同学，我们放学养蚕嘛，小时候喜欢养蚕，那需要桑叶，我们就到人大院里去摘桑叶摘。没想到人家那个树是不让动的，我也不知道，那管理员出来就追我们，大家就开始四散的跑，后来就圈住了一帮孩子，其中就有我，啊，然后人家我们哥们儿可仗义了，上来第一句话，拍王福利儿子，拍王福利儿子，哎呀，我说这个真仗义，上来就报家门啊，后来人都回家吃饭去了，我给扣那儿了，就是抓现行抓重点吗？后来问我们家住哪儿，哪儿。领我们院儿门口去呢，跟那个传家师的干妈干奶奶什么的说一通，让我回去了。就经常有这种事情，所以我就觉得那个小，就我没有办法去消化这种心理上的障碍，我就只能开始往外推。我不想说，我也不想让你们知道我妈是谁，就这样。那你会特别关照你的哥们儿吗？别出去说我妈是谁。会，我身边所有的好朋友那个时候，一直到上中学，他们都知道。不能随便跟人说，哎，你知道吗？王骁他妈是王福利，我一下就火了，特别不高兴。那在学校里的时候，比如家长会啊什么的，妈妈肯定就去不了了。学习不好的时候，去不了也要点名去，别老让你姥姥来了，后来就改成我先生去，别老让你爸爸来了，下次是你妈妈来，后来他就来了。老师点名说要让你去给他点名，然后妈，这次你得去，老师讲了。你要不去就不让我去上学，要找你谈话。你当时自己有抗拒吗？说啊，点名，那我不去。我去，我说。多刺激！多刺激！我说去就去呗，当妈的嘛，就是孩子这个老师批评我听着点就是了。但是我没想到把我刺激的这么厉害，你知道吗？守着那个一个办公室，各个班级的老师都在那儿，他班主任可能一看我去了更来神了。哎呀，那通训呐，训的哟，那个孩子。训我都训得厉害。啊，不是训他，训你啊。训他。训我也训他，就说他不是嘛，这那那。开始我还笑着啊，回去好好教育他的。后来我再一看，孩子站在那儿腰都弯了，那脑袋都耷了那样了，我心特酸，我就觉着。干嘛呀？你训我就训我吧！你看孩子站那儿都那么可怜了，还不依不饶哈。后来弄的人别的还有别的家长在那儿，后来我那眼泪就噼里啪啦掉，就不出声的掉。最后他一看太过分了，啊，王老师别这样，我没见过你，我是想见见你，所以你别哭了。对对对，我从来也没训过明星，你看我今天也给训过头了。给你留下深刻印象。但是很其实。那回家以后呢？回家以后揍他呀，长那么大没打过他。我生气归生气，着急归着急，我有时候气得捶自己，我也舍不得打他。为什么呢？我就觉着这孩子一直跟我感情那么深，这么思念他的妈妈，那么你好不容易回来一次，你再打他，那实在是不对他不公平。你他需要你的时候，你又没在他身边。如果你一直在他身边，你教育的好一些，你更多的时间来教育他，你那可能他就不会像老师说的这么调皮了。所以我就气消了，自己跑房间哭一通，捶自己，完了以后气消了以后找他谈话啊，这样。你干过最调皮的什么事儿？你自己那个时候啊，还能想着大家一起就抽个烟啊，喝个酒啊，什么出去闹一下啊，都有啊。我们今天其实早就做了准备，对不对，大军？对。下，因为校长跟我们说了，情景再现，哎呀，了解一下王骁干的什么事儿，来看一下。在南京的姥姥身边，王骁渐渐长大了。小学、初中阶段，王骁一直都是中规中矩的学生。升入高中，跟父母回到北京之后，
处于叛逆期的他，一夜之间像换了个人。打架、逃课、抽烟，王潇一下子变成了问题生。作为明星妈妈，王福利会用怎样的方法教育儿子呢？留长头发了吗？那时候没有，学校那时候不让留，那时候要留就留到什么，就是所谓的郭富城头啊，大中分，后面留特厚，特别厚，然后还得搓上去，到学校大家还得比，你看我这能甩。我那时候特别不喜欢他那个中分头，我就说像个叛头，像个叛头，像个汉奸，不知高那种，他不听。结果有一天有上高上了还没上高中，有一天。那时候全是郭富城头什么的，有一天突发奇想，跟哥们儿想剃圆寸吧，说行，咔头就全给剃了，剃光了。我就晚上夜里回来，我睡在客厅呢，我怕影响爸妈睡觉，我就没进我那屋，睡客厅睡了。早上起来我就看我妈站着要出门了，收拾去看。你以后少给我剃这种头发，跟流氓似的。我就想，长头发也不行，短头发也不行，你到底让我？他那时候穿的衣服，链子啊，这儿有个链儿什么什么的。有一次是我说的。那时候上大学了，那时候上大学了。啊，是我说的还是你爸说的？我爸。嗯。说我说你怎么每天像只狗一样？然后我就问他，我说你是从哪儿看出来我像狗？你看你这些链子，啊，你说你这些链子叮当当啷的，耳朵上叮当当的。你这链到哪儿买的？我说宠物店。很会聊天。从小在家庭艺术熏陶中长大的王潇，一直把能像父母那样成为一名演员当成自己最大的梦想。但深知演员工作辛苦的王福利，却始终强烈反对儿子从事表演行业，甚至表态只要你不做演员，做什么我都支持。于是孝顺的王潇便从小远离了很多成为演员的机会，按部就班的上学、出国留学。在学习之余，王潇跟其他留学生一样打工赚取零花钱。到大学的时候选的那个学科是跟表演有关吗？没有，我大学是这样的，当时那个我高中以后，我提出我跟我们家里说，我说我想出国，啊，我妈第一时间，我父母接受不了，你要出国，你去干嘛去？因为感觉好像好不容易能在北京和我父母居住在一起了，能在眼皮子底下了，我又要跑了，接受不了。然后我们就一直在争论，一直在商量，然后最后大家好说，那你就去吧。当时有一个机会去俄罗斯，我当时是这么想的，我说先去俄罗斯学俄语，学完俄语以后我就直接可以去莫斯科电影学院学斯坦尼斯拉夫斯基，还是想干这一行，就干这个了。我说行了，我妈我去俄罗斯，我妈说后来行，那去吧，去了。到俄罗斯两年，我在格鲁吉亚，然后两年俄语其实根本不会学得那么好，俄语比英语难太多倍了，我妈就觉得说你不能在这待着了，你去北美那边吧。那你又去哪儿了呢？我就去加拿大了。我妈说，对，说你去北美吧。我说好。那你学什么专业？我就琢磨，我就想了一阵学什么专业。哦，那个时候有泰坦尼克。泰坦尼克，我就看那个电影，好神奇啊！我说这，问我爸，我说这个镜头怎么拍的？我爸说我也不知道，这个镜头从海面上直接就飞到船舱里去。对，后来一问，哦，三维动画是属于后期啊，3D 制作这个。学这个，我说我要学这个啊，学这个好，学这个我就想学完这个以后，以后就能做后期，做后期的时候就可以见到导演了。对，见导演就可以见导演的演员万一病了呢？对，我就上了。跟导演说我也想，我有个表演的曲线就过，曲线就过。他还是想干这个。我真的是这么想的，所以就去了。对，所以就去学三维动画。那我听说在加拿大，是加拿大的，对，加拿大，在国外的留学生其实并不像大家想的那样，家里虽然条件很好。但是呢，好像还是要去做很多很多的脏活累活。然后你当时都做过什么呢？我做过，我第一个职业是帮厨，后来就是有当服务员，这个就是这样的，当服务员，玻璃厂搬运过。这都是以前在家都不做的事情。
对对对。而且在外面留学应该打的都是黑工，你不能拿到就是当地人拿的那个工资。现在我终于可以说了，我是个黑工。对对。哎，比如说当地人他一小时8块钱，这样说吧，如果他们一小时拿15块钱，啊，我们的平均工资是一小时，我最低拿过2.5块。一小时，一晚上我就干6个小时的话，也就那样了。然后我没有刚开始的时候，我没有资格去分小费。就整个餐厅啊，收工以后都会有小费拿，大家会分吗？我没有，因为你没有资格拿，你是黑工，你只能去拿那个每个星期发你的死工资，1个小时2.5块的。妈妈有在你打工的餐厅吃过饭吗？有一次，那次去那儿演出嘛，然后他在那儿那个城市里逗留了，对对对，那是我第一份工作，他在那儿逗留了1个星期。我们俩做伴做了1个星期，很开心。每天白天我去上学，放了学就赶往回跑，跟他见面。我们俩出去散步、遛弯、聊天。然后有一天，我说我请你吃个饭吧，他说行。他说我请你吧，我说哎，我说我都难得我这么大第一次说请您吃饭，你就跟我去呗，去了。到了那餐厅，因为我这人是这样的，我可能比较有原则，我觉着。我的钱是我的钱，你给我的是你给我的，我要请你一定是用我赚来的钱请你吃饭，就吃了。吃完以后，妈说那咱回去吧，我说好，你等我一点，找老板去。老板对不起，那是我妈。老板说哦，我说那个这个月工资还没发呢，这个我说我身上那零钱没了，零花钱没了，你能不能从我工资里扣，把这顿饭钱给扣了啊。他说请你妈吃饭是吧，对吧。老板特好，我给你打个八折吧什么的，打了一折扣，然后就从我的这个月的工资里面扣除了一部分这顿饭钱，请妈妈吃顿饭。但是慢慢的就是站在立住脚以后，有没有这点钱，比如说寄回家给妈妈或谁姥姥孝敬一下啊？啊，有。第一笔钱给的谁呀？姥爷姥姥。啊，真好。我就是把那些钱，我那个房间里头地上有一个瓶子。我把我每个星期挣来那些钱就往里头塞，然后有一天我就开始数，我说说，哎，我就想好了要给姥爷姥姥寄200加币，我就1比6，那时候1比6，1200，我就数，哎，连钢镚带票够200多呢，我就拿出200到银行换了2张100的，给我姥爷写了一封信，大概信的内容就是感谢姥爷姥姥对我的养育之恩，然后对我的培养，然后因为到了异国他乡以后才知道原来很多东西，原来给我的那些教育是那么的有用，特别感谢，就是发自于内心的感谢。然后随信附上200加币，是我打工挣来的，希望姥爷，其实当时就是希望姥爷，因为我姥爷生前是一个琴师，拉胡子的一辈子，那是他最热爱的东西。我说希望你能买一个你喜欢的胡琴啊，我说我并不知道胡琴有多少钱，但是希望你能拿这个钱去买一个。去年姥爷姥姥走了啊，走了以后呢，我今年我们去收拾姥爷姥姥那些东西的时候，其中有一个存折就是那200加币，从来没有动过，到现在有，我那个时候20岁，现在15年了，从来没有动过，一直没有动，就单独的一个200加币的存折，这么一个条子。那么到现在为止呢，我妈妈爸爸走了，从来没动。然后那个上面的号啊，年月日全都模糊了，看不清了。他们还保存着，就没有动过啊。所以我说小小呢是一个很善良也很有孝心的孩子，很有良心。他知道他姥姥姥爷小时候为他付出那么多，所以他虽然就200加币。大家现在看起来真的是微不足道这么一点钱，但是作为他当时来说，是一个小时才2.5块的收入，他能把这个第一笔钱挣到的200加币，第一想到的是给二位老人，所以作为父母来说是一种欣慰。对，我觉得这孩子很有良，教育得很成功，鼓鼓掌。谢谢。在国外举目无亲的环境里，王潇成长得非常快，拿到了 MBA 学位证书。在国外的8年时间里，虽然王潇看似离表演越来越远，但他对表演的热情和向往却丝毫不减。赔钱赔人赔酒都给猎头去走。在母亲王福利百般阻挠之后，儿子王潇是如何获得一次又一次表演机会的呢？他拍的第一个戏是哪个？
他第一次触电还在加拿大读书啊，放假就没看住是吧？对对对对。我不是，我在拍孙中山那个电视剧，陈好放导演他给指导的。那么当时呢，马丽珠啊副导演，他就说妈，我放假了，我没事儿，你剧组里有什么活让我去干干呗啊。我就在想给他找点事儿干，在家里也闷得慌。那么我就跟马丽珠说了，我说丽丽，你有没有小角色让潇潇去串一个去，让他知道我们剧组有多辛苦，不是那么好干的啊。那么马丽珠就给他找了，就是演孙中山的侍卫，演这个袁世凯的侍卫啊，袁世凯的侍卫。第一天戏拍回来以后，半天了，因为第一次孩子第一次参加摄制组嘛，跟我那天又没有戏，我也不去，但还是蛮关心的啊。哎，该回来了，天快黑了，怎么还没回来？等了半天，他回来了。我说你怎么拍了那么长时间啊？拍完了你怎么没回来？他说我在路边待了一个多小时啊。我就在说，我说你想什么呢？是不是你的头给推了？因为他从小就跟我一样，这个头发特别不愿意让人家给乱动。他因为演这个角色，那个年代戏就是要把头发要推得很高很高，是不是头发给推了？啊，不是，啊，后来我才知道他自己想的就是更勾起了对这个拍戏表演，就在路边玩心潮澎湃呢，就自己啊很激动，在那酝酿。我当时想法其实挺坏的，为什么呢？我就让你尝尝去，这个苦你受得了吗？确实，他那天回来以后，一个是头发最不愿意让人碰的头发给推掉了，然后这个脚上咬满了，因为自己不知道，我也忘告诉他了。驱蚊没有，没有。没带驱蚊剂，然后那个脚上全咬的全是疙瘩，全满了，那么蚊子咬的。然后呢，我说你那个去了以后化妆服装都顺利吗？妈，人服装阿姨找出来最大的一个号，我也没穿下这个裤子。我那时候胖。他很胖，那时候裤子差了一截，扣不上，拿绳子给拴上的。啊，你能胖到，你能胖到什么样？啊！怎么可能？拍这张照片的时候，就是他那次第一次触电的时候，就是、啊、在家里拍。这有多重啊 ？Oh my god！ 一百六、一百七，快一百八了。一百八，现在已经比那时候至少瘦了有50斤。对，比那时候瘦了50斤。哎呀，而且那天拍完戏，我对他的一个刺激，后来我才知道，后来他一告诉我以后，我就说你看，我说你看你胖成这样，怎么能拍戏啊？我说你看人张丰毅，每个星期坚持打球，人游泳，见着那好吃的都不敢吃，他说他是胖型。我说那个周丽晶，我们一块吃饭。吃小笼包子，吃完一个，第二个他就腌起来，煎起来以后，我看够了，我看饱了，就放下了。他跟我说这些的时候，我脑子里想的是另外一个人。后来我还说了一句，我妈回了一句，我就没话说。谁？我说那梁冠华老师不是也能演？后来我妈说，有几个梁冠华老师，你能演得像人那样好吗？就是我就说做个这个表演演员多难呢，影视演员他们要吃那么多苦。我说你那么胖了，就别想了，就别。结果他就是想演。他这次回去以后，他就铁了心了。我后来跟我讲，我刺激了他，他说我就瘦给你看看。我再也没想到几个月的时间，等他再下飞机的时候，我不认识他。瘦了多少斤？50多斤。没有，那次瘦了60多斤。所以，我跟他爸爸不认识，真有毅力。网上有句话，每个胖子都是基友骨。还有一个问题，当时我坐在路边想，如果他们同意了，我要为此做点什么。但当时我不知道我要去减肥。他跟我那句谈话之后，那一次谈话之后，我才想，哦，我要先做这事。看着他减下去是心疼的，是高兴的，到底是？不心疼啊，他当然高兴也是挺高兴的，真是有这个毅力减。但是他下飞机，我跟他爸爸。没认出来，再一看孩子怎么成这样了，我们俩都流眼泪了，心疼的。妈妈在这个一路上是真的很支持你的，所以你要有什么话送给妈妈呢？先要说两句吧。是是是是，我觉得
一直不管现在是不是能以此作为自己的职业养活自己的饭碗。其实我去做演员，本身去在外地工作这些，我一直都让他很担心，真的很抱歉，选择了你们这个职业，从现在让你们开始思念我，然后去担心我，因为就我这么一个儿子嘛，他难免会有的时候很啊在哪儿呢，干嘛呢，你吃饭什么，就这些事情，琐碎的事情，他很担心我。像前天我妈就跟我念叨我的身体问题，其实没什么，他就跟我念叨念叨，说了几句话之后，突然说了一句说，以前都是你姥姥念叨你，你姥姥现在不在了，我来，你就听着。我说好，我没有什么可说的，他说什么就听着了啊。然后就是开开心心的，不要太担心我啊，你放心，我会特别快乐的做我的这个行业。那今天最后呢，我们要请王娇给妈妈带来一首好听的歌，叫《恋恋风尘》。这首歌也是我们特别喜欢的，我觉得其实它讲述了我们对青春的一种怀念。对对。啊，而且这张专辑是我老公制作的。我知道。对，所以你能唱这首歌，我感觉到太高兴。谢谢。从实现自己的梦想到今天作品被大家认可，8年挺不容易的。他挺不容易的，因为一开始受到爸爸妈妈的，就实际上是压制的啊，然后又给他误引，引别的去，就干别的去。最后他学完以后回来以后，真正做了这个工作的时候，我们已经是这个年龄了，帮不上他什么忙，他就是自己在那儿闯啊，在那儿用功努力。所以作为潇潇现在能受到那么观众的认可喜欢，我作为妈妈我是很满意的。从他第一部戏能上了这个越王勾践，演那么一点戏，后来到了他后面的几部戏，什么隔壁母亲呢，什么这个新债呀、啊、等等，这些戏以后呢，放松了，我们放松了，心里有点踏实，而且有点兴奋了。尤其是这次看了他的这个盛夏晚晴天，盛夏晚晴天如意、嗯、我们觉着他已经在从一个质朴的认真的表演，在走入到创作角色当中去了。尤其说他演技特别好，我听了很多人都说了，谢谢大家的夸奖。您是个好妈妈了，已经。谢谢王老师。那今天最后呢，我们要请王娇给妈妈带来一首好听的歌，叫《恋恋风尘》。当岁月和美丽一声风尘中的叹息，你感伤的眼里有旧时泪滴，相信爱的年纪没能唱给你的歌曲，让我一生中常常追忆。相信爱的年纪没能唱给你的歌曲，让我一生中常常追忆。来